过去因为欠缺整体规划，强降雨期间常常造成太保甲汕头藤厂一带排水未富。对此，嘉义县政府为了有效解决地区的饮水灾情，针对新埤排水系统进行整体治理计划，并且依照计划来定年便利预算办理改善。相关的排水路整治工程已经陆续完工，区域排水保护的标准也提升到10年的中限期固以上。嘉义县政府为了有效解决地区饮水灾情，针对新埤排水系统进行整体的治理计划，并且依照计划第二遍的预算办理改善。相关排水路整治工程已经陆续完工，区域排水保护标准也提升到10年的中限期固以上。同时，县府因应区域特性，考量极端气候的变化，重新办理新埤排水系统规划检讨，除了新设架顶抽水站，并且加设新埤排水顶下面两座滞洪池，用这些滞洪池哈啊来把这边所有的这些可能啊会造成淹水的这些水量，通过滞洪池蓄洪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把水引进来，那引进来以后再由抽水站呐、把它抽到破竹溪来底哈，啊当然加个有一个啊蒜头藤厂，啊蒜头藤厂来底个有一个砖头叫做江中川，所以这边啊如果不做这样的一点建设啊。有可能啊，这个地方都会变成啊，一些淹水的区域啊，所以政府啊，面对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这类的河啊，这个淹水的经验啊，所以开始做了很多的相关的水利设施。那这里面当然滞洪池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布置哈、跟这个规划所以跟他来看这个港顶啊，实际上已经接近完工，我们希望可以减低这边水的压力，也让这个地方的发展因为有这个滞洪池。那未来可以免受淹水这个问题，然后能够在建设上不用有这样的一个顾虑。新埤排水滞洪池位于嘉定横区的东边，滞洪池分作顶下两个地区设计。顶地区今年新埤排水的倒灌设计蓄洪量7.3万立方公尺，作为新埤排水最多在灌水位条件之下蓄洪的空间，调灌水位增加排洪能力，解决外水水位高涨的问题。A 地区今年到嘉定排水设计蓄洪量25.5万立方公尺，搭配嘉定抽水站联合操作，就由嘉定排水收集周边地势较低地区所产生的地表径流，解决低地排水的困难，提悬周边，比如故宫南院、嘉定分区以及鹿苑有机农场等等潜在地区的饮水景色。最新新闻，朱乃行、赖克香采访报道。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 TV 数位电视。